全力以赴，只想要全世界看到我在四面奔跑。这是我的主场，捕捉瞬间的荣耀，不顾一切，只想要全世界看到热爱是我的信仰。全力以赴，只想要尽全力。每年集训的时候啊，一到这体能训练，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是一个偷懒的好时机。今年的集训，为了改善这一问题，要求国家队派了一名非常顶尖的体能指导，欢迎刘指导。大漂亮！我跟你们说啊，不许偷懒，别给我调皮捣蛋。开始吧。大家好，我是本次集训的体能教练刘大乔，今天呢，我会带大家做一下瑜伽训练，希望大家可以耐心地配合我训练，一起努力吧。努力。大家注意呼吸，吸气，吐气，把手慢慢地放到瑜伽垫上，把后面的腿抬起来，前面这位动作很标准。刘指导，我也标准。我都快点快点，指导，来，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度假胜地。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位于训练中心的背面，很隐蔽。你看这树密密的，一点都发现不了。你们这么偷懒，不害怕？就算他抓到我，我也不害怕。你干嘛呢？看来我对你们还真的不能太客气。50个深蹲，一个都不许少，没有蹲到位的不算数，每一个人从训练积分扣除3分，下次再给我偷懒，直接让教练组把你们送回绳队，反正你也不想练。这个不算啊。哎，刘指导，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不逃训了，一定跟着您，您去哪儿我去哪儿，永相随。油嘴滑舌，还有健美出使是吧？再加50个。别，刘指导，坐不动了。你能不能坐快点？坐不动了，刘指导。这是第45。站稳。46，对不对？你看看你这只脚。47。这周是集训的关键时刻，我本想争取进入第一梯队，可今天我又失去了3分。在这训练的痛苦其实不算什么，真正痛苦的是每一天都有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失败，压力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或许真的像新西兰说的那样，有的人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别偷懒啊，就像于和南，而我们确实没有那样的天分，可这次集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已经没有退路。所以必须努力，咬紧于和南。
如果我们知道了郑玄和于显，就可以求郑切止。那么这两个公式，知道你们训练很累，考试我不会为难你们，会做例一就可以，听不懂死记硬背也可以。这位同学，对，就是你，站起来。我问你啊，一个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的速记口诀是什么？我提示一下你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么简单的口诀你都记不住，那文化课考试你怎么考？前面这位同学，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你特殊角的口诀是什么？一二三，三二一，三九二十七。坐下吧，没关系，你还在努力听，也记了不少笔记。不像某些人不听也就罢了，还哗众取宠，连一点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同学们，大区集训我教了好几年了，像你们这样的孩子，来了一波又一波。现在你们生活的全部就是打球，但在现实生活里不仅仅是打球。短短几天，数学你们到底能学多深？不可能。但是你们渐渐会明白，这世上的学问是触类旁通的。所以，我不管你们听多少，听懂多少，我还会接着讲下去。我不希望看到一群除了乒乓球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的人，相反，一个能够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人，才能在自己的学问上探索更深。坐下吧，你也坐下吧。今天呢，大家要牢记。装什么好学生？这个表格，把这两个公式。谁啊？刚才说了认真听讲，怎么又出来捣乱？老师，有人要橡皮人网。你不愿意听课可以出去，不要影响我的课堂。我还不想听呢。你说什么？我说我就是不想听，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去多练几组多球呢。我知道你不想听，但是今天我有一句话不需要说。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别人，哪怕你球技天下无双，你就是得了世界冠军，你今后的路也会越走越窄的。是。继续上课。哎哥，你说这徐坦可真行啊，这上个文化课都能跟那这么装。你以为他拿什么顶的苏生的名字？靠的就是这一套，恶心。不过他也到此为止了，以他的实力根本进不了二队。你可别这么说啊哥，人家那理想远大着呢，那小本上不写着呢吗？人家还要当世界冠军呢。哎，最后一页写的特别清楚，姚锦宇可呢？姚锦宇可，恶心。
考本了。不是，说什么呢你？没考本泡水里了。什么？你说什么本？没考本就知道我本里写的什么呀？够神的。我看了，看了怎么了？啊？我看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废物，也不知道谁是废物。说什么？在别人背后做小动作的人，连废物都不如。哎，干嘛呢？干嘛呢？跟他动手，你吃亏。是啊，我动起手来什么后果，你最清楚。于克南，当初害你离开国家队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还记得吗？是你对不起我的。哎，柯南，你还有脸说啊？不是吗？再怎么说不就是要回不去国家队？你放心吧，我于柯南不会再上你的当。大哥都走了，赶紧咬紧人家。明天再练吧，已经很晚了。阿姨，你锁门吧。好吧。谢谢。集合，快点儿！你们几个，停了，停了，停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来说一下啊，这是总局今天发来这个正式通知。规定了一下这个交流赛的赛制，截止到下周末，你们的积分将会被锁定，省队积分前三名的队员和国家二队后三位的队员，集训最后一天要打一场单循环赛。比赛结束以后，排名前三的队员将进入国家二队，其余的人将被淘汰。这一阶段呢，将恢复大练的节奏，同时训练赛也会逐步的增加。那些
积分领先的人，别以为自己就可以放松了，啊！后面的人随时可能反超你们。还有，越是最后，越要端正态度。如果谁出现了严重违纪情况，那他就不用参加交流赛了。好，我来补充一点啊。本周的文化课考试也非常重要，大家找时间一定好好复习。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开始训练，解散。徐坦，你怎么了？这积分下周才结算，我打算我还得赢几场才能进交流赛。没事，还有时间，我相信你。走吧，去练球。我们利用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可以判断方程的根的情况。当判别式等于零时，方程有两个相等。哎，徐坦，你悄无声息摸到前面了，不错。刨除掉二队的话，你现在排省队第六，有戏啊！省队第六有什么可高兴的呀？我们唱歌第二都没说话呢。九六再见。大家注意啊，考试成绩排在前列的是可以计入到训练分里的。不是，咱之前没说这条规定啊，教练。我跟你们强调了多少回了，文化课很重要，你们都听进去了吗？干嘛？林老师，考试别说话啊。是啊，徐坦的成绩呢是比较突出的，总分第一。经过我们教练组的协商决定呢，奖励徐坦四分。呱唧呱唧嘛。省队的后边的啊，都来看自己考第几啊。徐坦，你说加上这四分，
你是不是应该可以进入省队前三了呀？差不多吧。不就四分吗？瞧你们高兴的跟过年似的。怎么，余冠军没拿第一不高兴？这徐坦凭本事拿第一我没意见，不过文化课成绩再好也得球场上见真章，别最后被反超了，加油。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们错答案呢？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看，我从头开始抄的，到最后一分都没得，这答案肯定有问题啊。刘小北，你抢我曹合之，你还有理了是吧？少几题你看不出来？今天这事儿算我们栽了。但要想进国家队，靠的还是打球。徐丹，球场见。一群废物。哎，你说什么呢？哎，算了算了，吃饭。要想堵住他们的嘴，还得靠球技才行。对，我们得靠球技。嗯，但是，就算我们几个合体，也打不过苏畅。我们是不行，但是徐坦可以啊。哎，徐坦，上次我们不是害你丢了三分吗？这次我们几个来帮你备战，打败苏畅，夺回失去的分数。你们几个能怎么帮我？徐坦，我算了一下，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五行缺火。这跟打球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正所谓侵略如火，就是告诉你，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攻击性，一种侵略性。你要运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给对手压力，给他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比赛的胜利。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加强进攻吗？不，攻球只是最基本的打法，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更高级的攻心。训练赛的时候是没有裁判的，球员自己算分，那么这个时候明明比分是5-5，你偏要问对手是不是6-4，即使最后被纠正过来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成功的打乱了对方的比赛节奏。怎么样？别人打球靠手，我靠嘴，这种套路可不。哎，你不玩别人用来玩你啊。我要堂堂正正打赢苏畅。我们练的是心的专注度，而不是身体。心的专注到达一定层次，就能够更好地控制你的身体。现在，让你的心专注到呼吸上来，控制好了呼吸，也就控制好了比赛的节奏。怎么样，快吧？你这抛球高度不够也就算了，还往回跑，这都是犯规的呀！我球不往回抛，我怎么合力啊？我弄这招就废了。如果往高抛呢？快得很，兄弟。
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怎么了？哦，老于寄给你的，拿过去，拿走。我说不用。啊，等等，交流赛赢了呢，换新的；输了，留个念想吧。不用，马上换新的。哎，你应该知道。贾玉也来参加这次交流赛吧？他参不参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两个眼睛都冒火了，你脑袋怎么想的？谁看不出来啊？打球有这股劲儿是好事儿，但是你要小心，别人会利用你这一点，反过来对付你。队服呢，对你不仅是个念想，也是个提醒。拿走。走了。干嘛呢？我本来想来练会球，但发现胶皮化了。我把旧胶皮撕下来之后，想了好久，不知道应不应该练新的。你不专心的怎么打球啊？我可能不太适合乒乓球吧。你别这么说。你都能打到这儿，就说明你实力还是挺强的。谢谢你啊，要不是有你在，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其实来这之前我也想过放弃。我妈特别不希望我打球，她觉着吧，这条路太难走了，而且我小时候还有哮喘。所以在他们眼里，我打职业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当时我也觉得，可能我自己也就不是这块材料吧。但后来吧，我又慢慢的意识到，我喜欢乒乓，并不是说我非要拿到什么世界冠军，非要证明我能力有多强。我只是喜欢这种在场上可以拼尽全力的感觉。所以就这条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走下去。我想看看我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这样至少人生不会有遗憾吧。真羡慕你，你已经找到了你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要是跟你一样对打球有这样的热情，估计就不会这么难受了吧。人生又不只是只有乒乓球这一件事儿，我觉得你迟早也会找到。要不这样，我帮你粘胶皮，你陪我打一会儿。我已经刷过胶了。啊。可以。哎，徐坦，不错嘛。哎，徐坦，你排省队前三，进交流赛了。我没看走眼。行行，快快来来来，快点。还有谁啊？省队第一当然是于克南，第二是苏畅。二队倒数的是贾瑜、关伟和韩星，你们六个要打单循环。小眼镜这个分数，怕是以后都来不了了。训练的时候就没看见小眼镜。哎，他不会是真的走了吧？
先给大家说个事儿，雷浩之因个人原因已经提前离开了集训。好了，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宣布一下交流赛入选名单。苏畅、徐坦、于克南，恭喜他们。没有入选的队员们呢，也不要气馁，通过这次集训，相信你们的成绩都会有所提高，回到省队以后认真训练，把握好下次的机会。今天是小年夜，教练组决定啊，给大家放假。好，参加交流赛的啊，好好休息，备战明天的比赛。解散。廖志，走一步说一声，对不起啊。道什么歉？大家都看不起我吧？谭指导他劝我坚持几天，但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徐坦，不太平凡了。那天我一个人跑出来，在这坐了很久很久，我就一直在看着那儿。其实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我想通了，外面有很多值得我去探索的东西，我没必要把自己困在这个小岛上。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哈利波特，但后来才发现，我连去面对伏地魔的资格都没有。徐坦，最后的大战中，罗恩把自己的魔杖交给了哈利，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哈利汇聚了所有人的信念，最后终于战胜了大魔王。帮我好好保管他，带他去看看那个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丁玉森，丁指导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怎么样？咱们请丁老说两句。好。很高兴啊，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未来中国乒乓球队的年轻队员，大家呢都是从全国各地经过一层层的选拔，最后到的我们集训队。其实呢，你们已经走到了金字塔的顶端了。不管这次集训以后能不能选入国家队，你们呢都应该为自己骄傲。好。其实呢，我想说的是，没选上
不是你们的技术差，只不过不凑巧，你们生在了中国。哎，怎么了？你是不是要进国家队了？没有了，交流赛还没打呢。听我爸那心疼劲儿，还以为你要进国家队了呢。你怎么样？嗯，我还那样吧。徐坦，师傅，您怎么来了？聊聊你的心。啊，老雷在边上。啊。哎，你问他，你说我妈妈问您好。妈妈。哎，跟家里报平安啊！那个，我妈跟您问好呢。好，徐坦妈妈，小年好啊！她在这不错，放心吧。好好好好好好。啊，哎，那个，你帮我问问老雷，他什么时候回来？这才刚来，我怎么问啊？拿嘴问呀！那个师傅，这不过年了吗？我妈问您什么时候回北京，给您寄点土特产啥的。别给你妈添麻烦，我在这儿待到大区集训结束之后，跟你们一块儿回北京。啊，行行，哎，你说，星期二，星期二就回去啊。收到，收到。我可以出去玩了，汇告老雷啊！哎，行，好嘞，挂了啊。熊孩子，跟自己妈说话还这么生分，啊？不都这样吗？集训忙归忙，有空的时候还是应该给家里多打打电话。行行，好吧。怎么样？集训跟得上吧？啊，还行还行。对了，我打进交流赛了。你个臭小子，一会儿要退队，一会儿要回来，为了你能参加这次集训，我这张老脸都卖干净了，知道吧？好好给我打这个交流赛，啊！哎，一鸣，别杵着了，走，带我去寝室。啊，这边。啊，挺高兴啊，啊！大过年的就知道让我打球打球，有你这么当爸爸的？我不说了，不说了，挂了。怎么不跟大伙儿一块儿吃饭呢？没胃口。哦，是因为比赛紧张。哎呀，也是啊，这万一输了，怎么跟你老爸交代呀？我不会输的。有时候啊，我还真喜欢你这个倔劲儿。哎呀，其实啊，我小时候也挺淘气，总爱给别人打架。为了这个，我没少挨我爸的揍。有一段时间啊，我是见了我爸就得躲起来。记得有一次。我又跟一群人在一起打架，哎，那次挨得惨，一群人把我摁到地上，我就知道我满头上面全是手，全是拳头。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只手，一把就把我拉起来了。你猜是谁？谁啊？我爸。我就记得我爸当时冲着他们在一块喊：“都给我滚蛋！老子的儿子只有老子有权利打。”哎呀，后来呢？打那一回啊，我真正的理解了，天底下的老子没有不疼儿子的，只是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行了，记着一会儿过去吃饭去啊。
体能训练。专项体能训练主要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使用独特的训练方式来提升训练者和此项运动相关的体能素质的一种方式。对乒乓球运动来说，主要需要提高的是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度四个方面。一、力量。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中，对于力量素质的要求主要是下肢力量、腰腹部力量和上肢力量。二、速度。主要训练方法为反应速度训练、动作速度训练、移动速度训练。三、耐力。一般耐力训练通过中长跑训练来增加。乒乓球专项耐力训练主要是通过乒乓球的训练，如多球训练法、比赛训练法等进行耐力练习。四、灵敏度训练。主要指通过训练者快速判断乒乓球的方向、旋转情况等进行训练，需要训练者多和人交战，在比赛中逐渐增加自己的灵敏度。针对于运动项目进行体能专项训练，目的就是让训练者在体能方面均衡发展，这就需要训练者在上述四个方面中选择自己的短板进行增强训练，以实现增强运动能力的目的。Thank you.